大陆解放军选在赖清德就任总统的第四天展开了联合利剑 2024A 围台演习，除了解放军跟韩警联手参演之外，阵容也包含了大陆的火箭军。对此我国防部做出最新的回应，表示解放军的军机还有船舰在演习当中抵达了24海里线，强调会持续监控最新状况。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统计台海周边地区作战舰系派遣了15艘，海警船16艘，空中兵力的部分为33架进入我应变区。那目前相关的海空活动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它演习开始之后不久，就开始抵近我们的24海里线。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它靠近我们整个区域最近的地方。那在共军接近我们24海里线的时候，我们在空的部队跟在航的舰艇以及海巡部队立刻的加以应处。共军有没有实弹射击的这个情况？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共军的演训科目仍然持续在进行，内陆的部分它的实弹射击科目的确是有在进行当中，本部也都确实的加以掌握。那在台海空域、海空域的这个部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对方使用实弹的状况。国军各部队含金马防部都是维持常态战备，并没有任何提升。有专家要提醒，这一次解放军是实兵实弹，如果对岸是由训转战，那么外岛的乌丘跟东引恐怕都会有被占领的危机。面对围台军演，国防部主动秀影片，我陆海空三军全面戒备，强调我方随时监控解放军舰，同时间空中部队也待命警戒。不止空军新竹基地幻象战机挂弹升空，戍守花莲基地的 F-16V 同样被捕捉到左翼挂弹，还配有辅助油箱，全程戒备。海巡人员更是一早就前进金马禁线水域，驱离大陆海警船。中国海警14509，马上离开，马上离开。此次中共的2024A 军演，跟上次裴洛西访台后围台军演相比，这次不仅没有划分禁航限航区，从解放军东部战区公布的演习图可以看到，台湾周围与金马被团团围住，范围更大，军种也更多。同时，解放军更动员海陆空以及火箭军等兵力，专家担忧就怕由训转战，我小岛会被拿下。东引来讲的话，是我们北部地区很重要一个防空对海的一个防御的一个要地，一旦东引丢失的话，台湾北部的防空或者是反舰势必形成一个真空。乌丘来讲的话，由于岛上的守军官兵不多，他要拿下是易如反掌。特殊的是这次远火火炮系统类似美国的海马式火箭，但是它射程可以到300到500公里，西部海岸线所有的军事目标都是在它的有效的射程范围之下，可以在第一级的时间将我们的这种机场雷达等重要设施来做一个攻击。它是实兵而且实弹的演习，而且战机的数量跟军舰的数量都会比在佩洛西来得多。总统怎么看中共发动联合军演？会不会觉得是针对你的就职演说？赖清德首次以三军统帅身份示导国军，尤其针对台海情势信心喊话。此时此刻，国际社会正高度关注民主台湾，而面对外在的挑战与威胁，我们会持续捍卫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想我们会适切的应应。所以今天早上7:30就已经去找。我们成立应变中心，我有进去应变中心。在野党也呼吁两岸得克制冷静，严正的呼吁对岸务必克制，也要再一次呼吁民进党中央政府要意识与心态挂帅，遵守中华民国宪法。新政府上任就看赖总统如何化解两岸危机。记者张仁敏、S L 组台北桃园报道。您对于解放军再一次的围台军演有什么样的感想跟想法吗？欢迎在聊天室当中写下来。辫子妹也走上了街头，问一问年轻人，有人担心两岸会因此开战。解放军展开联合利剑 2024A 围台军演，民众反应是这样，多多少少会感到有点紧张，就很怕就突然打过来这样，被包围还是会比较紧张一点，虽然可能只是做做样子这样，快逃啊，就是赶快快跑啊，放弃台湾，赶快往外跑啊。去拿其他国的护照就没事了。赖清德不是他就很明确讲了吗？就是，反正我忘记他讲那句是什么，可是意思就是说，对啊，互不隶属嘛。那都讲得明白了，他对面搞大一点好像是蛮正常的。在赖清德的上任的第三天，然后就围台，感觉是想要给台湾来个下马威，会有点害怕吧，就是会有点担心。担心什么？
担心他的下一步会想要做什么，毕竟是第一次想要围，第一次这样子大规模的围住台湾。中国很大，就还是希望以和平为主。2024A 那就是可能再会有 B 啊 C 啊这样子啊，对，就是可能在测试我们外岛的那种国防的那种反应能力这样子，对，就习以为常啦、啊，平常也是都会飞过来台湾上空啊，对，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样子，好恐怖哦，就觉得很可怕，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演练？感觉？而且在我们的外围、总统就是他就职啊，就职，总统就职啊，总统就职吗？哦，有一些用词不当，不要还没上任就搞一些事情。反应是什么？不会打啦，不会打，不会打，不会打啦，就这样，对，不会打。为什么？我就不会啦，台湾那么小，我们随便吐一口口水我们就淹死了。就可能中国不太喜欢，好像不太喜欢台独啊，对。然后呢？就有可能会。总有一天应该会打起来，我是觉得。OK。对，距离好像也越来越近了，可能快要开战了吧？我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范围越来越大了。对。就是觉得这是中共很常做的事情啊。有点习惯了吧？就是他们就是都是这样子啊。我无感呢，感觉没什么感觉。对。就等着，反正之后打仗了再说。对我们双方就只有挑起民众的一些想法，但是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啊。民众的什么想法呢？就是民众在政治思想上面的对立啊。你说你要谈两岸和平的一些条例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你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啊。对啊，然后这是要谈条件，不是你拿着一把枪抵在你头上就要我签，哪有这回事？对啊，你不开启和平谈判，那你做这些事情没有用啊。有年轻人表示很担心两岸是不是快要开战了。啊，不少人嘴上说是担心了，但是实际的生活呢，似乎绝大多数还是没有受到影响，正常生活。前立委郭正亮就说，解放军这一招其实是要演给我方的军方看的，所以一般老百姓比较没有感觉。郭正亮认为，大陆的包围政策采取的是渐进封锁，对能源跟脱逃两方面逐渐缩小包围台湾的区域，等到真正战争爆发的时候，台湾民众连躲都躲不掉。我认为今年至少三次了。那事实上今天股票还涨50几点呢、啊。事实上这种东西只有军方看得懂嘛，因为人家本来就是在演给军方看的。老百姓他又没有飞过你的上空。可因为布局都是在海外嘛。可是你可以看到比佩洛西那个要更近。距离要更近，对，然后部署是更全面啊，当然也包括外岛啊。那基本上，我坦白讲啊，他的策略大概就是叫做用我的概念啊，叫做渐进封锁、渐进麻痹了啊。你现在还在麻痹当中嘛？你没有感觉啊？事实上，他的就作战位置的距离是越来越近。比如说他这次事实上是有锁定目标做打击的，只是他没有发射，这个我们就叫做渐进麻痹，你都没有感觉嘛。那等我一天到了某个就战作战位置，然后就突然之间真的开始作战，你根本连躲都躲不掉。这个渐进封锁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意义就是说他事实上越来越抓住要封锁的位置了。那主要是针对能源封锁，就是他以后如果真的实施了，不是作战了，对，而是就让你的天然气运不进来了，然后他要逐渐让周边国家适应，所以呢，你会绕开那个航线，他要渐渐的弄最小包围圈，然后达成能源封锁的目的，所以他在逐渐的在逼近，他这次东部跟南部都缩小包围圈嘛，对，他要让你逃不走了，所以他就是警告南台湾的绿营说，你不要想你以为你可以逃走了，所以这个是叫做逃走路线的封锁，还有能源的封锁，那是不是要作战不知道，可是因为李老师在问嘛，说你这种演习老百姓没有感觉啦，等你这有一天你有感觉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
根据大陆新华社的报道，22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山东省的日照市考察。从新华社简短的报道当中，感受不到任何烟硝味或是紧张氛围。习近平先后来到的是日照港，还有阳光海岸绿道，来了解当地推进港口智慧化和绿色化的进度。日照港是在1982年开工建设，1986年开港营运，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还有大宗原料中转基地，也是全球第一个顺岸开化式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由于中共中央预计在7月召开20届的三中全会，因此中共领导人近期已经密集吩咐各地调研，而报道当中并没有特别提到解放军今天登场的围台军演。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